能帮我把温度调低一些吗？可以了。那顺便帮我把丢在浴室的衣服拿去清洗吧。不如您直说找我的目的吧，宋太太。你们诊所还有晚宴呢，我可就真的只邀请了你当我女伴。如果那天能调开班，我就去。明天晚上是我们诊所大客户的答谢晚宴，结果我约的那个女伴呢，到节骨眼不来了。你要是觉得我能胜任的话，晚宴我陪你去。恋爱先生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。